欢迎大家一起来响应2021流浪动物生命园区救助计划。为了感谢你的爱心，我们这次特别请到了两位人气插画家狗与鹿还有新卡米克，请他们设计的2021的浪浪日历手札，里面有12张可爱的插画，还有这个法兰绒盖毯。不管是自己盖还是毛小孩盖都非常的棒，这就是两个很棒的赠品，感谢你，让你的爱心可以在2021继续送暖。